我覺得十分憤怒和難過，我僅代表教大向蔡若蓮女士和其家人呢致以萬二分的歉意。我要重申，我們享有言論自由的同時，亦都是以和平理性的態度去討論事件，互相尊重，要顧及別人的感受，這個亦都是任何公民社會的質素。雖然校方是仍然在調查當中，但作為教育大學的校長，我在這件事件是責無旁貸的。我們 as soon as possible， 我都不想拖，但是你給點時間我們。我剛剛說了，我會對支持教大是愛教大的人有一個公平的教育。這個教育大學，那你說是不是真的他犯了這個要踢他走呢？那可不可以改造他呢？給點空間給我們，給點空間等我了解，我等我們了解這件事物，好不好？民主牆是大學的一個設施來的，那大學有很多設施呢，我們是分配了不同的學生的組織去管理的，那民主牆就給了學生會去管理。現在民主牆是有這樣的張貼，那我們看到是我自己本人覺得是不可以接受的一些言論。在這個情況底下，我希望 在這個過程，我學生會可以自己 反思一下，究竟他的管理方法是會不會有沒有程序上可以做得更好一點呢？